本身我自小都唱大戲嘅，舅父就會覺得啊，喺一個粵劇嘅伴奏入邊咧，揚琴係一個比較緊重要嘅角色喎，咁不如你選擇去學揚琴啦。咁於是咧，咁我就一張白紙咁樣考咗入去廣東粵劇學校啦。很多時候大家又會一起去夾唱喎，咁佢哋就唱，我就負責彈。耳濡目染之下咧，其實都接觸咗好多好多嘅廣東音樂咯。大家好，我是郭嘉瑩。喺嚟緊一連五集嘅粵樂新傳，我會同大家一起欣賞當代嘅粵樂，亦即係廣東音樂嘅新作品，同埋亦都會訪問作曲家。了解他们创作背后的故事。今次你就为我们带来一首母语的作品，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创作的背景？其实我是用了我们在广东人里面是其中一首最出名的粤曲，我就用了紫钗记里面剑侠差缘的其中一些元素拿来，或者春光花月夜，是这样说，春光花月夜，没错。咁另一方面，我自己其實由細到大玩好多樂團啦，亦都坐好多樂團啦。咁玩嘅時候，其實好中意呢首歌嘅，好中意首古曲，但係又會嫌佢好長嘅，有時候有啲位係咪可以濃縮啲啊，或者將佢pop culture 咁樣去表現出嚟咯個感覺。如果熟悉《春光花月夜》嘅朋友都知啦，比較主奏嘅樂器就係好似琵琶啊、簫啊咁樣。你今次喺《霧月夜》嘅配器上邊咧，你好似用一個新嘅形式喎。都想揾翻多啲好有廣東音樂型嘅特色嘅樂器出嚟咯。因為其實喺我哋嗰、那個樂團合奏呢件事咧，好多時候我哋已經係會唔見咗一啲好原始嘅廣東文化，譬如好似啲通啊，我哋有啲唔同嘅調性，係啦，調性啊、音色啊。但係如果喺嗰、那個喺合奏裏邊一齊玩嘅話咧，就嗰個音準其實好難去拿捏嘅，咁統一度嘅。咁所以我特登別調翻轉，就喺嗰個領奏樂器裏邊，就特別係加啲好有廣東味道嘅樂器咯。其中係洞簫第一件啦，跟住就長筒喉管。長筒喉管就是一種很南方特色的，是我們廣東特色的樂器來的。
Hello， 慧俊。Hello， 你好啊。你好啊。咁咧，我嘅印象咧，記得咧，你係接觸好多世界各地唔同領域嘅音樂啊，到又玩下琵琶啦，又唱下南音啦。咁今次係咪第一次寫廣東音樂啊？因為我玩就唔係玩得算多啦，咁我多數都係聽嘅。我覺得廣東音樂其實真係好似咧，我哋講廣東話一樣咁樣嘅。如果你冇咗呢一啲，例如可能係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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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嗰啲嘅落音嘅時候咧，就唔似廣東音樂噶啦。講翻《蘭桂藤芳》啦，呢首作品啦，咁你個靈感啊，點解會係啲咩嘢咧？嗰陣時作嘅時候咧，都係同疫情好有關係噶。咁因為當時你知啦，大家都成日喺屋企，咁又冇得出街，好悶噶嘛。咁我就好想咧作一首曲咧，就係好有活力嘅，好熱鬧嘅，俾我諗起咧係蘭桂坊呢個地方，咁所以我就好想將呢一個地方嗰種活力啊，嗰種熱鬧咧帶俾大家。樂曲嘅中間有個部分，我哋好深印象咧，就係我哋每一件樂器有一個 solo improvise 嘅環節啦。咁點解會有呢個構思呢？因為喺40年代嘅時候咧，都係有精神音樂呢樣嘢出現嘅。咁精神音樂都係喺舞廳嗰度。是演奏啦，都是用爵士樂的樂器嘅喎，佢哋用爵士風啦，亦都用爵士鼓。演奏廣東音樂嘅時候，其實都會係喺啲骨幹音上面加花，亦都減花，做啲即興嘅演奏。咁不如我就諗將40年代嗰陣喺美國嘅爵士樂嗰種即興嘅演奏擺落去呢一首樂曲度，令佢咧融合有一種耳目一新嘅感覺。Thank you.
陳博士你好，你好你好。啊，喺今集嘅粵樂新傳入邊啦，你為我哋帶嚟一首作品就係《騰雲》啦。呢一首係一首1999年創作嘅作品嚟嘅喎，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當時創作嘅背景呢？嗰時即係諗住一種氣氛，就係想係騰雲駕霧咁嘅感覺。咁但係個名好似太普通，咁我就揀咗騰雲啦。咁基本上個音樂就希望好似飛嚟飛去嗰種感覺。廣東音樂即係你基本上我哋要有一個旋律，就幾件樂器一齊合奏嘅時候，各自加花咁。咁但係我寫嗰陣時候咧，可能我太想佢哋嗰啲加花好精細啦，咁所以我將嗰啲骨幹音同埋所有嗰啲最後寫出嚟嘅音都差唔多寫曬出嚟，所以就好辛苦啲音樂家咧，就要好多嘅音去演奏。嗰首作品有個特點就係咧，有時我想有啲新嘅元素，你平時聽唔到嘅喺廣東音樂出現嗰啲變調啊。咁但係我就想希望做到咧，就係嗰種變調新得嚟咧，又係好自然咁走出嚟嘅。咁所以有時嗰啲古怪音出現咧，係一種新嘅嘗試。咁唔知成唔成功啊，但係我覺得好得意咯。